很久啊，之前很流行，很多人玩的，但是很久已经是很久的游戏啊，亲子游戏。亲子爱。好，我们准备开箱吧。规则，这边有一个轮盘，我们就先转那个轮盘，看谁啊拿到什么号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几多少次了。三次的话就可以打三次，然后过后呢，红色的话呢就是最难的，这边就调去红色。如果转到黄色的话呢，就比较中等，这边就调去黄色啦。然后还有一个青色是最简单的，如果是青色的话，我们这边就调去青色，这是最容易。好，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谁能先拿得到三分就是胜利，只要砸中点就算一分。有玩具吗？没有玩具，但是会有小奖品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将那个队伍分成两队，其中一队就是大神队，还有一队就是西瓜队。好。好，游戏开始，请你们派出一位选手。我要抢。不是抢，派出选手，然后我们石头剪刀布，然后就看谁人是抢，谁人是被砸脸的。谁人出队先？谁人出？你要派谁？我派许轩。我派妹妹。OK， 妹妹，你们石头剪刀布。我派我。剪刀布。哎，变掉了。OK， 妹妹被砸脸，来站着。空气。请选手转轮盘。噔噔噔噔噔。来。三号黄色。我帮你。可以打三次。好，黄了。好。奶油。哦。哦，真的。头车。吹第一轮吧，什么吹啊？吹第一轮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耶！我赢了。那你第一轮去。哎呀，妈的呀，妈妈！你真会打酱油呗。就到了，不过黄色比较容易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直接轮到妹妹他们两个，许勋跟芊芊他们调换，轮到妹妹打这个锤子的，让果果被砸，看谁的，看他成功不成功。妹妹到你，妹妹转轮盘，看你可以转到几号？三。一次青色，但是是最容易的，所以也是很大机会。很肮脏啊！记得，你看我打一分，我打到果果了，念，我们保持队。
你的爸爸，还有我，我们十八队一定会胜利。我们老师队一定会胜利的耶！十头剪刀布，十头剪刀布，爸爸，你吃啊！好吧，好。哎呦，对于我今天真的有点辛苦啊。这样吧，来，给你转轮盘。哇，哎，一红色的，最难的红色。哇，这次我们应该赢了。等一下 ，OK， 挤奶油，挤奶油。你没吃饭，来啦，我挤了。自己挤自己。哎，自己挤给自己。哦。够了，现在我要锤了，三，哈哈哈哈哈，我们这次应该是赢了，算了，还没到老师最大了，那 you 现在轮到我更加坏，看他可以，看我可以打到他没有，哈哈哈哈，加油，等着你们，加油，等着，三次。三次，两次，黄色的，好，黄色两次，要加奶油吗？要加奶油先，这个太少奶油了。怎么会少吗？你不是想吃的吗？不要，头放进去，快点。要把妈的头裹掉。来，先各加一点啊，来，一，二。所以我们西瓜队两分了，他们赢了。两分吧，两分赢吗？没有啦，单单这个算一分吧了。的分数是老师队一分，想到了。我们西瓜队两分，几十分的四分了。现在我们西瓜队要派出的是隐形选手，请出指令。好，有请你们宝石队，你们要派出哪一位选手？丹丹妮，耶！我来，我会你按摩，帮你按摩。请出场，请出场，两位选手。好，我们来。请石头剪刀布开始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太慢了。啊，是有一点点慢了，再来一次。石头剪刀布。哈哈，也是有能力啊，你也是换回去了吗？来，请摆歪。摆歪，丹丹妮，你不要。好，来你转。哇，你就没有拍。等一下先。三黄色，我很大机会可以打到，请站正。我们西瓜队要赢哦，西瓜队要赢哦！也要拿个小油子啊！要给你们多多多多好。Are you ready？ 等一下，哎，还要捧吃？那把它捧一下啊！我家好有吃的，好了。一轮就已经打到了，这一次我们要胜利了。要胜利了！我们多一次，还有多一次。你没有吃饭，就是吃这个。你今天吃这个吃饱了。喂我饱了。好，现在请两位选手交换，来，请转。转。一，哦，最难了。啊，这次我们西瓜队要赢了。垃圾。OK， 哇，多的。多一点啊，好傻。太棒了 ！OK， 好了，很高了。你够少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没有打。没有打到 ，OK， 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我们西瓜队赢了。这不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开心。耶！耶！
所以这一次的游戏是谁人赢？3-1，获胜，把奖品给我们。哇！看，还有啊！你两个没有，你们没有，你们没有，是我们的。我的不是你的。点击，还有最后一个咯，我的，奖我们呐！所以我们胜利的，我们拿到这些奖品，耶！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好不好啊？好啊！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。啊，秒到！那我们大家，哇，我这个，这是它是，里面有绿茶口味，这个是 milk tea， 还有这个是 coco 的，这个是那个。这个是更多的 coco 口味，好长了。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不给再等一次点。等一次点，作弊。好。妹妹，你去抓哟，来，我帮你啊。好，我吧。哎，寻去饼铺哪？他叫我帮他。Ha ha ha!